大時大節食好啲啲。好多咧整月餅嘅餡咧，其實已經有曬。我食烏龍茶咪咁啊，茶都唔使飲咯。借渣嘅價錢整出月餅嘅味道。幾蚊一個月餅，真係平到笑啊！真係。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肥媽中秋慶團圓，星期六 TVB 餵食台。